然后这两边是有两螺母，看下这两螺母，两螺母是往里面靠，这一边有两螺母，然后再把那个出生轮，这边是一边有卡槽，对准这个，放进去。然后再锁螺丝，然后再把那个地线，盘进去。拧紧螺丝，干就好了。然后试一下。放着好了，然后再把那个感应头推上去，刀片，刀片要检查一下，这个刀片要推到最底，靠这个边推到最底，然后对准这两个杆放进去，然后往下一按，再试一下，这样就好了。然后来检查一下这边是不是有那个极胶、堵胶这一块，没堵胶的话那正常的。